大家好，我叫 Cherry， 来自中国。然后我对监狱的想法是做纸花墙。然后我的创意来自于我之前的一些作品，还有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兴趣爱好。我觉得花朵是一种非常美丽的东西，然后并且花朵能够给人带来一种美的享受。而且因为监狱比较沉闷，然后又比较恐怖，所以我觉得花应该是很好的一种点缀物。对。